啊、哦，有，这是什么？抢到了，抢到了，再抢回来。哦，那他吃的是像在那个麻雀吗？他刚才那只肚子白白的，没有看清楚。吃鸟太狠了吧？他专门抓鸽子啊。鸽子。对。台湾，那他就是鸽子的天敌。哎，对。一般台湾鸽子太多了。对。后面这只在吃。他妈妈在这，他头上是他爸爸。对，他妈对面山壁那边，其实体型跟他长差不多哦。其实应该是差，已经现在应该是差不多了。对。哦，你是这个时间点来？啊？但我看很多拍鸟，他们都上午来的。对，我比较早来。是他这个时候可以拍什么吗？一般都一样啦，只是我住比较近，我就比较早。哦，原来。因为我平日的话，可能拍完就去上班，六点就走，所以我要比较早。哦。那假日就保持这个习惯就好了。这样的焦段要用多少？这样其实一般这样才是正常，这样子大概600。600？啊，没有，现在已经900了。900乘以1.5，900，对。嗯。好，刚刚是在放大而已。对，它有的也让你比较好。好。你这样子肉眼看得到吗？就是你用这个看跟用肉眼。肉眼的话，其实如果大概会是大概小时以来。翻录影的会比较少，你当然看到，他们都是拍照片。对，看到了，几乎都拍照片。哦。这边其实它有一只，这是它的鱼，边边角角的鱼。啊。跟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啊。对，是最小只的躲在这里。最小只。对，要去。在动，在动。对，可能要去草地那边就拍得到。哦。对。他还甩什么出去？是啊，你说在吃的那个吗？对啊，回去再看。乱丢垃圾。好，我先回去，谢谢。好，不会，拜拜。再抢了，走啊走啊，不给拍啊，不给拍了啦，哦，还在吃，自己还有其他可以吃的，对。
快六点，六点后不是会好天气吗？这两只怎么吃饱了？估计已经吃饱了。对，已经在东看西看闲晃。哎呦呦呦！应该是吃饱了。